Hello，大家早啊！今天12月19，星期一啊，天气终于放晴啊。经过了连续2天的寒流，把整个生活秩序呢都弄乱了。但还好呢，终于寒流走了，可以喘息个几天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也要来稍微整理一下农场啊，巡视一下。那今天最主要是可能，把一些这个，盐水啊，跟那个，洪涛，全部给他地址，这是今天的工作。OK，我们等一下就出门做事喽。哇，难得看到咱们家的蜜蜂了啊，倾巢而出的感觉。最近因为天太冷了，所以蜜蜂呢都没有出门。那今天终于全部都出来觅食了。OK，这是咱们家的蜜蜂呢，终于出来工作咯。这个山芋头呢，也是难以度过这个寒害，叶子呢都发黄了，所以这一次的寒流呢。的确是够冷，冷到呢叶子都已经发黄了，所以说寒害呢还是真的很强大的。今天把这个盐水呢，跟茼蒿呢，都拿来地址了。那这边是上个礼拜，地址的盐叶窝，那因为刚好碰到连续的寒流跟雨天呢。它长得并没有如我预期的好，但最近呢，这几天又会出太阳，它可能就有机会长得快一点。那这个这边是盐水，这可能最近都要把它采收完，重新种过。那我们这边先种一些茼蒿，反正一个礼拜呢，我们就会地植一批，这样的话呢，保持呢农场随时都有青菜可以吃了。咱们家的吴小胡呢，可能真的长大了，现在呢，越来越不怕冷了，他们都不用再躲在灯泡旁边，所以这个也是他们长大的一个症状之一啊。那现在呢，还是让他们先享有灯泡吧，虽然他们都跑得远远的，但是我在想，还是给他们有灯泡。这样或许会比较好一点。